一位，当然就是欢迎上海代表李亚莎。每个人在比赛到现在，多多少少很多的特长就会出来了。听说你发现一个很棒的特长啊？哦，就是因为，好怪哦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最近比赛啊很多，然后就是背歌词啊，然后发现就是说我可以马上说出那个人一口气讲完那个话，我可以数出他就是说了多少个字这样。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几个字？哦，18个。啊，吃葡萄不吐葡萄。哦，不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哦，17个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呢？叫十七个？没有，我前面有个说，所以是18个，没错。哦，说那就是。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怎么畏惧？你可以到我们的刑事局去上班，抓这种人，看录口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吧。好，今天的大魔王都很厉害，放轻松哦，好不好？在2个礼拜就是总冠军赛喽。好，这一位是22跟23届这个政大金钧奖最佳人气王，欢迎思涵。这是饭团之家电视原声带啊，是你唱的？对，那片头片尾曲是我演唱跟创作的，也是你创作的。是，先送一张给美丽的经纪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厉害哦！现在来 PK 的除了亚洲说歌唱歌手之外，而且都是词曲创作人呢，很厉害。今天直接来 PK 喽，好，好不好？唱什么歌曲呢？再来张惠妹的 Open Your Eyes。掌声鼓励，欢迎思涵。思涵去年发行首张创作单曲，惊人的创作力让他拥有与卓文萱、伊能静等歌手合作的机会。他身负穿透力的嗓音，更成为知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演唱人。只是错误。
释放。掌声鼓励新生代才女思涵的演唱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欢迎上海代表李亚莎带来的歌曲李玟的《往日情》，欢迎李亚莎。目前积分排名第二的李亚莎，即将申请演唱《往日情》，力拼高分。我觉得亚莎唱这种很可怜的歌很厉害，因为那个感受，因为是唱到我心里面。胡振环，放开一切，全力冲刺。那胡振环。